年仅58岁，变形金刚和小猪佩奇的老板去世了。变形金刚、小猪佩奇的老板去世了。据外媒报道，美国知名玩具公司孩之宝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·戈德诺已于美国当地时间本周二去世，年仅58岁。戈德诺自2008年以来一直担任孩之宝 CEO， 他于2000年加入该公司，并于2015年成为孩之宝董事会主席。